Seasons 3最後一個星期，下個禮拜二咪28號咧，咪 Seasons 4嘅。係啦，我嗰啲 Seasons 咧，聽即係唔即係冇未 fact check 嘅。他說現在 BF 新 game 即是下一隻 BF 現在才 deliver 緊，我想起上年呢，他說就是調了一大堆人手過去 handle 新的 BF， 然後不是啊，他說現在開發延時那堆就說這隻 game 是可以營運到8個賽季，即是 Seasons A 有了。我想如果營運到第八個賽季，即是怎樣？第八個賽季幾時呢？第八個賽季應該是出年的6月幾左右。他說假定應該抄 BL4 那個橋咯，不是整件事真的抄 BL4， 假定說什麼槍都可以通用，即假定說 BL4 就是支援兵，即四個兵種可以立散彈槍，立這個神射手或者立這個卡賓槍，但他依然都是固定用什麼槍的，什麼支援兵輕機槍，跟著特級兵特級步槍，工程兵速攻槍，就有個消息睇，琴日睇咗，唔係啊，琴日見到個咧都係講關於咩抄 BL4，跟住賽季去咗幾多，去咗幾耐咧，個喺度講。琴日翻冇翻嚟都見到啊，跟住又話依家買唔買好過咧，買唔買只 game 有機會加人決定，我諗緊。佢咁我唔知啊，佢都冇消息，淨係聽嗰班 friend 喺度廢噏，都唔知係咪真。如果不是真的怎麼辦？為了出名的黐熱度咯，咁佢都話依家大陸呢咪攞 Call of Duty 19同現世比較嘅，跟住有啲人話對 Call of Duty 好失望，兩邊係唔同嘅，即係台灣嗰邊又話 Call of Duty 19就好好玩嘅現世，但大陸嗰堆已經好失望啊，對 Call of Duty 話乜鬼 Season 2嗰陣，即係 Call of Duty 啊，話淨係擺兩張新圖機一個 beta， 跟住冇乜誠意啊，等咗兩年。依然都是半桶水咁樣，唔係啊，係啊，真係調翻轉，即係有啲台灣人懵盛盛，唔知啲大陸發生咩事。我諗緊，如果想知道大陸即係嗰個位點解話夜四咁好玩咧，即係一大堆啊，唔係話全部，你不如自己上 B 站啦。咁但係假如你如果問咩事嗰啲唔識上 B 站咩，求其喺個網。
喺部電腦打 Bilibili 就大把，仲邊邊又問人點解喎？真懶得睇喎。先十八股，即係前幾日咧，啊唔係先講啲嘢之前咧，我先一嗰一單，即係啱，應該係零。昨天即係我哋咧，凌晨一點零四分咧，喺土耳其咪又發生多次6.4级地震嘅，三個人死亡，200多人失蹤。假如講兩個星期之前咪先大地震完嘅，跟住過兩個星期之後又有地震。呢點可以話係啲乜大事？呢一年最大應該是土耳其地震，而上年最大件事應該係。安倍晋三走了2020年好像是喂會2020年最大應該是黎巴嫩爆炸，因為我記得新聞，我看過新聞的，我拿回個消息出來先。A 制壞咗，佢話咩啊？係同第四賽季一同爆出嚟嘅消息更新，就話新一部戰地依家先開始 deliver， 按照戰地平均3-4年工期，喺產能下降嘅時候，2024可以有8個賽季，所以仲猶豫緊嘅快啲買啦！預算足夠嘅話，買標準版可以趁3月春季促銷入一個終極版。咩叫3-4年工期啊？大佬，每一隻 game 要整咁耐，我記得2024好似整咗15個月啫。BF5 好似整咗2年，認真。應該係 BF1 出咗半年之後先至整 BF5 啊，開始。咁話俾你聽，要3-4年整咁耐，我真係心諗冇一隻 game 會整咁耐啊，有嘅。應該是 BC2 啦，我記得 ES4 出咗之後好耐先出 BC2 嘅，即係嗰啲咩 Play 咩 BF Play for Free 嗰啲唔計啊，即係佢唔係一個大型嘅 FPS， 佢只不過一啲小型 FPS。哈拉都唔係一個都唔算係大型啊，雖然話過咗雖然係年半整咗，但係佢始終俾人嘅感覺就係係一隻遺忘咗嘅 BF， 基本上個個都唔記得呢隻 game。我記得我玩過的，8個賽季，咁假如講5、6、7、8，即係 Season 5、6、7、8 係冇專家嘅，只有心理圖。假如講甚至係話加一張 BF4 經典地圖，小不了應該上咗之位啦，上咗之位係標誌性啊嘛。如果有上咗之位喎，倒不如你重整翻嗰個大樓倒塌個 level 上，你唔好同我砸爛啊！唔好似嗰日發射 A 區咁樣砸一砸，作嗰棟樓射一射爛。假如講佢啱啱講咗話係抄 B 四，認真係抄 B 四。呢幾日咧都發現到 IG 咧有好多咩啊？就有好多即係我哋即係培訓啊！即係我讀緊中學嘅 Miss 嘅 IG 出現咗咩乜鬼 ？Pushing Miss Yip Miss Leung， 跟住咩冼萬勝副校長啊，周俊輝老師啊，
跟住黃慶章即係係教我數學嘅，跟住梁海恩老師啊，總言之全部培訓嘅分導或者即係 Miss 江或者即係分導啦，或者呢、這個應該係最 harsh 嘅老師都喺度，跟住之後搞一個類似 Q&A 咁樣，就喺度講咩屌即係屌唔屌閪嗰啲咧。跟住我心諗，一睇都知唔係，一睇都知唔係真正老師嚟嘅，但係好有破綻啦、啊。點解 IG 個大頭會用唔知邊一年影嘅班相 cap 出嚟做一個真正嘅 icon 咧？即係假定成個班相見到個老師個樣即刻 cap 出嚟咧，好鬼死忙，跟住仲要將自己個樣遮住打格仔啊！不是老師嚟嘅，係幾個學生，即係簡單嚟講，抵即係有一種講法，抵毀人哋形象擺上嚟嘅啫。但我諗緊，我諗翻去中學嗰陣咧，成日俾訓導捉，唔係嘅訓，即係我中學真係競爭敏導嘅，就係一個訓導係教我中文。不過話俾你聽，講還講，唔好 hurt 人。我覺得咁樣做人，咁樣做係有啲過分啦。雖然係。雖然有真係好冒犯嘅，但未見人咁樣做過。認真都甚至佢見到成班咩，掛連國父啊、校長都有，嗰、那個兩 Sir 都喺度，最跟住所嘅成堆所謂嘅 Miss 咧，就特登扮曬嘢咁樣 create 一個。即个咩老师群组咯，咪点解你黑我黑面？因为你班茂利做会倾偈，好明显唔会咁讲啊。跟住训导老师 Q 你讲咩？得边个得闲？我搵人淋佢哋屋企个红油，更加唔系佢嘅。不过嗰阵时出嚟托柒咩？全部都系老，全部都系嗰堆即系学校啲学生扮出嚟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滿之老師。我平時好中意鬧，得閒冇事揾理由發下脾氣。夢想係鬧人嗰陣時，拍實學校所有台，仲有令全校人都失聰，因為我好中意尖叫，而且我人格分裂，情緒成績一時好一時壞。所以你班碌柒只係我發泄嘅脾氣、發泄脾氣嘅工具。佢將嗰啲老師嘅 icon 打曬格仔啦，即係喺啲嗰啲見唔到個樣。我是葉幸秀老師，好喜歡空鳩同學。其實我暗戀了靚仔蛇老師，我哋唔好俾我捉到你哋喺度打機。呢啲全部都係啱啱佢嘅嘢，扮曬老師，實在唔係老師嘅。呢、這個咩？我係趙柏翰老師啊，你可以叫我趙 Sir， 我覺得朝頭早捉你哋嘅校服，我最中意嘅爺王子同我搞你哋扣分，最想做到就係你哋每個人至少有5張王子一身。大把，起碼依家揾到有六七，至少有10個老師啦、啊。周 Sir 都係。培训群咩？培训训导群组办公咩？聊天室啦，搞啲咁嘅嘢。我系培训，我系嗰个培训个培字又写错字，唔系土字边嘅，呢个背字边嘅。大家可以叫我周 Sir， 我耳仔唔好，所以平时讲嘢好大声。我心谂唔关事，耳仔唔好同讲嘢大声系两回事嘅。希望大家唔好误会，我梦想系搞到成间学校嘅人变晒光头，希望大家 follow。唔係嘅，跟住話咩身即係自身就話今晚學校捉咗兩個人，應該係學生嚟。學生見到佢捉咗兩個人，即刻講出嚟。唔係嘅，如果突然之間將個 IG 咧，即係將嗰堆模型老師 IG 嘅，即係講咗俾老師，即係講走咗中學講俾老師聽，會有咩反應？唔知咩反應？屌實佢啦！